小爷，我好歹还是你的救命恩人。救命恩人？你拿朝廷的俸禄，我给朝廷纳赋税。专帮腰本来就是你自己该干的活，怎么也能这么大一成我救命恩人吗？那意思在小院你泼我这一身水的事儿，这怎么算？这是你欠我的，这让你得认。你说我听听，你想怎么着？不，哎，你想怎么着？腰黑，还想动手呢？上次要不是胖儿姐才不早把你当成放牛一块给收拾。你想怎么收拾啊？你说给我听，哎，什么来着？我薅他，他薅我，把他薅我啊！哎，门这儿。动手是吧？待会儿来看啊，这边就是，这还动手？你愣着干嘛？赶紧给我包啊！ 今天这一口酥是小爷我要的，老板，你给我，我付你三分的钱。别管他，赶紧给我包。